当遐尼严重，咱要帮忙，咱就是一定要做一寡善事，唔则有法度。伊是慈济的会员，啊，伊有咧发动讲吼，要做这物票来义卖，啊，所以讲，阮就来到这。我们在制服媳妇之后，我们必须要有办法再造福。那我想慈济所做的就是再造福这一块。当孩子们有能耐的时候，我也希望能够学习慈济大爱的精神。有钱的人就出钱啦，阮就讲一个相机团的，阮拢七十多岁啊，无嘛，讲来做一个，讲咱我都能做个安尼。婆婆妈妈拢会当发寡功能出来，嘿啊，这就是靠安尼大家合心，足欢喜，拢有一点心，较紧来做。大家人做做者，发挥善心，把爱呢汇合起来，这叫做造福人间。让大家人发出一点爱心，那情中福气，一个福的气情中，所以哦，少灾难呐、啊。当然呐、啊，众生共业啊。现在这个时代哦，是危机重重的时代。不只是在台湾哦，是全球，真侪学者啦，都是呢，不断的提醒，哎，怎样讲哦？这个宇宙间呐、啊，都是在成住外空，生住异昧，那人呐、啊，有生老病死。这个在三力、四相，这种物力、形力、心力，三力四相，然后要合佛，就是这个方向要笃定，把握啦，因缘，纯粹拢是因缘造成，所以恁大家人。有这个缘呐，噶师父有缘，佛法的人间，真的都要感恩。不管在哪一个道场，师师有道，好、哦，那啊师父呢也多啦。我是感觉讲吼，啊，咱要修家己，啊是要安怎修啦？然后不如。和大家人共同来为人间修好好，和人间呢会当平平安安。因为呢，咱一期的寿命有限啦，也咱呢心啦一点啊偏差啦，作恶因果，什么都师父都讲。不要迷信，但是呢，因果不能不信。我们就是有因有缘呐、啊，因缘果报，所以因果的中间是缘，啊，缘呐、啊，所以呢，有这个缘，我们呢就有因，哈、哦，有一个因跟缘呐、啊，那呢？才有法度讲吼，啊，共同一念心来做迄个同款的代志。天下遮侪人，到底慈济人一共多少人啊？其实无真侪，不过整个实在是差真侪，要造福人间啊，甲吼破坏人间的道理啦。这相比起来吼，实在是。很微小，咱要把因缘汇合造福啦，把迄个破坏吼人伦道理吼，诶，这个业啦，其实呢差真多，所以咱道的也无够，迄个福气啦，福气，把迄个污染的气，相比起来，也搁差足多咧。
所以多多一个啦，就是净化一点，咱也会当点点修炼啦，那就是能量会发亮啦。其实咱人有偌细呢，很微小啦，极微小啦。为了这么这微小呢，来做大业啦，破坏地球，那这敢是业真重呢？所以各位，咱把握咱的时间的因缘，过去啊几啊十年啦，早入来呢，点滴付出啦，就是早救人。你的过去的一点滴，现在呢，伫咧发挥大力量，这就是哎，好好用心。师父只是点一个道理啦，恁的发挥比我更加有力量，你们的说法比我呢更通透。所以吼，恁看这啦，譬如呢，佛陀说法拢是譬如譬如，很多的譬喻啦。恁跟人接触啊，譬如我跟啥人接触，那啥物人过去安怎，我跟伊接触了后，伊改善啦吼，一个乱乱的家庭变成了真和和的家庭，或者是分享家己的，好过去那个夫妻之间啦、是安怎斗，现在呢斗得真好。现在真正的和和和谐，全家呢，全家都是以爱传家，彼此之间呢互相度化，这都是呢造福人间，天天欢喜。那大家人见面欢喜啦，啊，这嘛是叫做福啊啦。所以吼、真多吼、会当个转恶为善呐、这转好呢为福，所以讲福气啦、保护啦，福气就亲像一个保护层同款，它真侪好心帮啊，咱这个食物要甲伊保护伊干干净净，啊，都安尼甲伊保护起来，所以讲吼。卖会有感染，感染到不好的习惯，所以咱来好好用心啦、传佛法，那就是报正路。传佛法就是报正路啦，行菩萨道啦，人间需要菩萨来救度。这世人呢，我们都有缘啦，成菩萨，唔免单讲吼。修行修多久才能做菩萨，你们现在都在做菩萨，所以吼、生生世世啦，行菩萨道就是安尼行，无过有啥物特别，但是呢，一定爱安尼做，就是菩萨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这叫做修行啦，我们的道场总是呢那样的简单。而且呢，人的心呢是这样的合，好合合合合，就是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好爱由我来吹的吼，叫做合啦。啊，这都是爱人人啦，爱去团，爱用跳团法，好爱去团啦，咱身体力行菩萨道。就是行伫这条路，咱爱看，爱看，所以师父常常讲爱靠，爱靠吼、啊。老人呢，咱爱顾，啊，要顾什么呢？甲顾道心。所以吼、我们大家呢，也要好好的救救慧命，自救咱的慧命。咱人人本具佛性。人人都有安尼的慧命存在，只是呢，我们懵懂掉了，
懈怠掉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开始声声呼唤，呼哟，救救呢！现在凡夫的慧命，他的慧命醒了，菩萨道呢就再接再厉。也未有缘呢，咱即卖紧甲叫出来。伊曾经有缘的呢，我们经过甲看出来，咱呢生生世世行菩萨道。恁即卖看条件，嘛是来生呢，恁要互相看的人，总是呢期待啦，咱把握时间啦，期待呢咱好好的不断用口来呼唤啦，身体力行来看，哦，这都是咱菩萨道应不停息，哦，咱无停歇啦。